到我打卡这里了，谢谢环境署新闻发言人内森艾特，我是环境署亲善大使王俊凯。今年的世界环境日，我们决心加入速战速决，呼吁全世界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瓶。在世界各地呢，每分钟都有一辆装满塑料废料的垃圾车倾泻出来，每分钟会倒出100万只塑料瓶装饮料。到了2050年，海洋中的塑料会比鱼还要多。我相信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一个塑料瓶。我们都来承诺一起减少塑料瓶的使用，换成其他可重复使用的物品是非常容易的。看，你只需要艾特3个以上的朋友或机构，让他们继续接力，和我一起加入速战速决，战胜塑料污染，建设美丽中国。非常期待您的打卡加入，下一个就是你了。